我叫何冠达，我们是洛杉矶摔跤队，下面呢，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那个盖步摔。盖步摔呢，这是我脚呢是在这边，根据不同的手法做不同的摔的动作。那现在呢是做敌手，也是做敌手，封住他的上手都是一样的，啊，就是上手这个肩也要这个我这个胳膊也要扎对方的肩这个部位。这是上边的动作，那腰胯呢还是顶在他对方的小腹这部位，那脚呢它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有变化，也就是说这个是盖步，你看这盖步是在这个脚呢不能顶到对方，一顶到对方呢就踩到对方，这有一个一般是一拳半的距离哈，在这边盖过来啊，自己拉哈，自己转起哈，走啊，这个手法都是一样，那这个动作呢，它的实战效果比较好。有时候每场比赛呢，几乎运动员用的都比较多，在比赛当中，在其实，在社会防身的时候呢，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动作。